Yeah.9月13号，我系逃出灵界点嘅阿海。节目组啲人去晒边度啊？9月14号，我探索咗好耐，但系点都走唔出嗰日用 DV 机影过嘅地方。唔同，我搵住咗一条片度。9月17号，好似已经过咗3日啦。我乜都睇嚟呢度，好似仲有其他人。我成日都听到有把诡异嘅声喺度唱大戏。 嗰啲嘢根本就唔知阿燕秀会见到噶，我走唔甩噶啦，我坚持唔到落去啦。